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Lucas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比较优质的单位，现在我们即刻去看楼吧。今天想跟大家看看君澳湾。君澳湾在2006年入伙，由新世界打造，合共提供的伙数1400多伙，同埋佢嘅户型分布喺2房至3房套加储物室，再加上佢系属于铁路沿线嘅盘啦，系位于将军澳地铁站隔离，所以配套方面都十分之完善啦，所以都好多人追捧。现时上到嚟单位，今日想介绍嘅呢个单位实用面积为499尺，朝向向东，主要的景观都是望翻内园景同埋对面屋苑将军澳广场的园景，中间仲会望到少少山景添，都十分之开扬。现时我哋入翻嚟单位睇内部啦，我而家身处嘅位置就喺门口嘅位置啦，左手边系做到一个到顶嘅鞋柜，上面做储物，下面可以摆翻啲锁匙咁样啦。入到嚟左手边呢一边就系单位嘅浴室，因为业主都做过装修啊。咁見到嘅全部都唔係原裝交流標準嚟嘅，要求唔高嘅客人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沿用翻佢哋嘅裝修。由浴室出翻嚟呢一邊就係成個客飯廳嘅佈局，都可以見到客飯廳分明嘅。而左手邊就係緊處嘅位置，本身原跡咧，佢會有一道門喺度嘅，不過業主自己做過裝修啦，改咗做一個叫做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全部都唔係原裝交樓標準嚟嘅，業主自己做過曬 deco。我現時企喺露台嘅位置，影翻入屋俾大家望一望另外一個角度嘅。而喺客飯廳嘅左手邊就係客房，而左手邊呢一邊都有一個衣櫃位嘅。呢一邊就係另外一間房間，業主都做咗比較多嘅入場傢俬，右邊書台、床架、儲物，再加到頂嘅衣櫃。好，單位就介紹到呢度先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大家對屋苑、單位或者其他將軍澳盤仲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歡迎隨時聯絡翻我，李家角 Lucas， 拜拜。